大家好，我是王佳烨，今天我会推出一个问题与回答的视频，我会介绍一些经常被问到的问题，然后给出我的答案。佳烨，为什么你学习中文呢？嗯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。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，我好朋友的妈妈来到我们的教室教我们春节的风俗。这个经历我记忆犹新，因为我发现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。哇，感染的故事。你的中文流利吗？我流利。 我的中文流利吗？这是什么问题？当然，我的中文并不太流利。<laughs> 你去中国吗？去哪儿？我在中国留学过两次，第一次在上海，第二次在昆明。我去上海以前，我非常担心。 但是我到了中国之后，我对上海一见钟情。你学习中文多久？我十四岁开始学习中文，我今年二十三岁。在中国当黑人的经历是什么？我的经历都挺好的，比如说我出去走走时候。 有些人说：“Hello，帅哥，哇，你的头发好看啊！哇，你的中文真的很好。”还有一位陌生人送给我一杯茶，他们都很友好。老师说，大多数中国人很友好。你喜欢吃中国菜吗？什么菜？我很喜欢吃中国菜。 我最喜欢吃四川菜，我可以每天都吃四川菜，可谓百吃不厌。比如四川火锅。好，我们结束了，谢谢王佳叶